Information Science， 然后下面
再分成三大类型，就是有些人是做 algorithm 的研究 algorithm， 就是包括说怎么样实作出 quantum computing 的 algorithm， 或是开发新的利用已经开发出来的 quantum computing 元件去做新的事情，有两种 algorithm， 然后把 algorithm 做出来的学问呢，就是属于是 quantum computing 就是建造元件本身。那如果元件做出来之后呢，就可能运算单元如果做出来之后呢，就可以运用这些单元做更多的点对点，甚至一对多多对一之间的沟通，那就会进到 computation 的领域里面。我们今天呢，最跟 title 想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会聚焦在 quantum computing 的部分，就是 Python 怎么样实作关于这些常常被用到的 algorithm 跟 computation 的部分呢，会稍微带过去，但是大家不会讲太多。我们一个一个来的话，第一个是关于 algorithm 的部分。algorithm 的部分，其实我很想引用这个 Programming Quantum Computers 这本书里面一段话，就是在这本书最后面。这本书是一个，它试着站在一个工程师 Software Engineer 的角度呢，去开发这些 Quantum Computing 框架的时候写出来一本书。它里面尽可能的只提到会用到的数学跟量子学。然后呢，他在这个书里面就说啊，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书里面交代很多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些 algorithm 相关，像那 quantum computing， quantum algorithm 相关的参考书或书籍。但是呢，他们最后一个 chapter 他提示大家啊，他说要小心呢，这些书籍呢通常是自由的使用，很多进阶的数线性代数。他这边用的 freely 是用 freely 这个字啊，就是自在、自由、自在用。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解读叫做毫无节制的，就是翻开两个 chapter 你就读不下去了。所以像这样子的 textbook 的部分呢，就不是我们经常提的。那书目的话，我就列在那个最一开始的代表页洞里面。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关于 algorithm 的知识，然后要算更多数学的话，欢迎去那个洞里面。我们今天就要跳过这个部分，然后直接进到我们的重点 quantum computing 的部分。我这边用一个这边也是 Jeff 那一本书里面他用到的，他用到解释 quantum computing 这个 step 长的一种方式啊。我会说其中一种是因为像这样子的 stack 目前还在发展中，所以如果去 Google 的话，有时候你会看到像这样的分类方式，就会看到另外多多少少会写出不正常。但是大概整体的概念不脱，就是一个 quantum computing 的运算单元的话不脱，底下是一个 physical layer， 然后上面是一个 logic layer。然后如果你曾经修过电子电路或是逻辑电路的话，这个部分就是上半部这个部分呢，就是逻辑运算单元的部分，其实就很像，电机里面，就是我们当代科技里面用到电子电路的部分，只是它的 logical processor 或是 logical gate 的部分，我们会改成用 quantum， 可能就会有改成用 quantum processor 或是 quantum gate 的方式去取代。那上面的话其实就非常好理解，就是我们要之类的部分。那怎么样建构一个像这样的运算单元呢？就是属于 quantum computing。这门学问的一环。然后在这些研发或是工程人员里面，他们会实际上做一些，把这些算单元实际做出来，还有一些辅助的工具，常见的 open source 的，而且是 Python based 的这些 framework， 他们会做，因为每次你设计出来，你要做出来才搬到会动，这样实在太没有效率，而且成本非常高。像就是很自然就会发展出像这样的模拟器或是模拟框架部分。然后我这边举两个最，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知名或是主流的一个 framework。然后左边呢是 IBM 公司主导的一个 open source project， 叫做 QIS Kit， Quantum Inform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然后右边是 Google 一个半官方，半这个词我们就要念吧。
半官方在维护的 framework 叫 CERT。 这两个挖掘他们有一些共通，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在了解 Python 怎么做用在这类型用途的 framework 的时候，之后我们会常常看到它互相比较的部分。然后 QoS 本身在后面，好，下一页。然后在这边，很快我们直接进行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一样，我已经把搜索放在动力里面，所以你们想要看例子可以直接看。上面这一段呢是用 QoS Kit 去 build 出来的一个非常最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设定的模拟出来的样子，就是。在初始条件呢，你就给空的变值，然后经过一个运算，这个运算在这边叫做 IDG， 它叫什么名字呢？我们要知道它是运算的话，然后输出一个结果，输入运算，然后输出一个结果，然后下面呢是一模一样的物理意义，但是用 SERP 那个 SERP 这个 framework 去把它做出来，一样是输入，然后一样是一个运算 IDG， 然后再一个结果，它们两个其实基本上呢都。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case， 它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它就是运算单元成立之后放进去。所谓 identity gate 指的是说我完全的不去改变这个输入的功能变，它做的它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做的意思。我这边稍微小小提一下，所谓光分变的话，其实是相对于零点的一个数位，你看数位世界用你这边就是零跟一嘛。然后在量子世界里面的变成叫它光分变，那最大的差异就是，我们现在的讯号不是零就是一，那光分变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同时是零跟一，知道你去测量它。但是这个物理意义，如果你听不懂，或是觉得没有这么熟悉的话，其实没有关系，只要知道这是一个实验的输入条件，然后这是一个实验的运算过程，然后这是一个实验的结果，这样的差异。今天。不会再讲比这个更深的量子。然后再细看这两个例子。如果把这个 source code 打开来看呢，就是刚刚用那个 QSP 的部分试做出来的那个 source code， 应该很简单的翻译程式。第一步呢，就是把那个 quantum bit 那个物件取出来，然后把这个物件呢放进 quantum circuit 里面。这个 quantum circuit 上，建立之后呢，然后再用 simulator 跑过整个 circuit， 最后把这个印出来。这个是 QoSK 的范例。然后我们再去看 SERP 的范例，会发现其实它有非常相似的结构，一样就是我先取了一个 qubit， 然后把这个 qubit 放进这个 quantum circuit 里面，然后再要 simulator。跑过，把这整个设定跑过一次，然后告诉你结果。所以呢，其实这个其实是非常直觉的一个把 Python 当做 script tool 的方式去操作这个 framework 的做法。这是在当代很多做模拟的框架里面，几乎是非常直觉，但是也很主流的一个实作方法。第一步就是，其实第一步就相当于你去决定你实验的边界条件，然后第二步就是决定你实验本身要怎么做的操作部分，在这个例子，后面讲这里面这个是 circuit 的部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叫模拟去模拟器去根据你的初始边界条件，还有操作方式把结果模拟算出来，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然后。左边这个就是 QoSK， 然后大家看到结果，右边这个是用 SERP 做出来的结果，这样也行。然后像这样的一种实作风格，如果我们再仔细进去看，所谓进去看是指说，在第一步，例如说，第三步啊，在 simulator 的部分，我们如果去看那个 QoSK 那个 simulator 的部分实作怎么实作，你可以去看 source code 啊，你就会发现呢。这个 simulator 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叫做 air glider 的 class 建立出来的物件，然后这个 class 呢来自于叫 base glider， 然后你很好奇啊，这其实下面只充满面，是没有用的，你只要看这上面 z
知道这个是一个 error provider， 然后它来自 base provider，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作为一个 Python developer 啊，就当然要往下去看一下这个 base provider 到底在干嘛。你看到这个 base provider 呢，它其实本质上它是来自，它又继承一个叫做 ABC 的 class。ABC， ABC 在这边其实是 Python 的标准函数部首之中的一个 class， 对，它就叫 ABC。它名字叫 ABC， 就是抽象abstract base layer 的意思，那刚好就叫 ABC， 就是ABC， 对，我也觉得这个太有趣了。然后呢，这是那个 serve as 的部分啊，那个 ABC 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是用来做一个抽象类别，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其实并没有实做，例如说好了。这个 backend 的部分，它其实并没有真的实做任何东西。它的实做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回到刚刚的 error provider 的部分，它的 backend 的实做，就是完全留给这个 error provider， 然后被我删掉了，不好意思，但是它实做真的都在这里，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JS Kit 的那个 source code。然后其实，你如果再去看 serve 的 simulator 的话呢，你就会发现，simulator 这个 serve 的 simulator， 它是来自于一个叫做 simulator sample 的。class， 然后往上追，你会发现呢，这个 simulation sample 来自另外一个 ABC， 跟刚才很像，但是这个写法稍微不太一样，叫 meta class 等等什么，但它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 Python ABC 的 class， 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巧合，因为 Python ABC 这种物件呢，它其实当初在 Python 2.6 被引进的时候，它就是为了实做这些抽。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为了实作界面而设计出来的。那界面这种事情呢，又是为了实作框架这种工作模式而诞生出来的一种思考方式。然后这边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一段话，就是出自一个经典的那个 Python 那个书籍，叫做《Follow Python》。这是我知道大会这次那个抽书的奖品好像有，然后。我有不小心抽奖抽到，但这本书很不幸的被前面抽奖抽到的人领走了，我觉得很可惜。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这本书我非常推荐。他里面提到说，这个 ABC 呢，就是它是用来 build framework 用的一种撰写风格。那如果你不是要盖，你不是要建立自己的 framework 呢，你就最好。你如果不是要 build 自己的 framework 呢？你却用了 ABC， 你大概就是 over engineering。他说，但是反过来说，就是 ABC 本身通常就是用在 build framework， build framework 的情境。然后从刚才我们那个看，包括 serve， 包括 QIS kit， 他在实作他们的 simulator， 还有实作整个模拟的流程这个框架的时候，他就是用了 ABC 这样的撰写的技巧。所以呢？所以如果你对 ABC 这种 Python 这个标准 ABC 的标准函数你稍微比较熟悉的话，你会这对你在dive into 就是深入了解QIS kit 或者 serve 这种框架的时候，在从他们 source code 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会比较容易的知道怎么样去追到你真的想真正重要的 code， 不会在众多的 end 里面迷失。然后 Python ABC 呢，它是在 2.6 的时候推出的，那时候 Python 已经发展了15年左右，而且已经相当普及了。然后 Python 这个语言它，我忘了扯太远了，那我再讲30秒。Python 这个语言呢，它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它这个动态语言，它因为它动态语言特质，所以它即使没有 ABC， 它一样可以实作 interface 这个概念出来。但是为什么在 2.6 的时候 Python 已经这么普及的情况下，在 Python 2.6 它还是进来了呢？请去看 Python 3.19 这个 Guido 本人写的一个来龙去脉。大致上呢，就是说这个界面真的大很好用啊。然后这个在写 ABC 的时候，其实一个对 Python 够熟悉的 developer， 他其实看到 ABC 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个大概是要准备是做一个界面非常难。然后刚才我们有看到说。在 QIS kit 里面，它是直接继承 ABC， 而在 serve 里面实作呢，它是用 meta class 这种技巧。那其实只是单纯基于，Python 版本的不同。
用 Meta Plus 这种写法呢，那是在 Python 3.6 之前才这样写。如果你是用 Python 3.6 之后，你就直接继承 ABC， 就可以视作是你的图像基本类。OK， 然后刚才大概介绍了一下整个撰写风格，就是整个撰写风格的核心概念是要熟悉这个 ABC 这种撰写方式。例如说，Serve 其实本身是一个相对 standalone 小的一个那个 Python tag。如果你在你装 pip install Serve， 马上就可以跑，各式各样的 standalone。可是如果你去装 QSK 呢，你就会发现你在装 QSK 的时候，它其实同时带进来四五个看起来很像，但是又不太一样的 package。然后这些 package 就它有一些 suffix， 包括 Terra。这个是我们的 Business Aqua and Air， 这个我稍微查了一下，这好像是什么希腊的四元素，就是风火水土的概念。然后我一开始在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莫名其妙，这风火水土跟这个 Functional Formatted Science 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你稍微去对照一下这个 source code， 就会发现那个抽象类别的部分，就刚刚我们在看那个 source code 的时候，实作的部分其实是在。它是属于 Air 这个 package， 就是 Air Provider， 所以它是有个名称 Air Provider。但它继承的装置界面呢，就是来自 Terra， 就是土这个 package， 它就是抽象的。所以如果你去读那个 QSKit 的那个技术文件，它就会说哦，这个 QSKit 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那个 framework， 它就希望可以模拟很多这样子力学里面的行为。然后它在套件的分类上，就是 Terra 就是属于就是这个所有其他套件的一切基础，然后其他的就包括 Air 就是盖模拟器啊，然后 Aqua 是盖 application， 然后 Business 就是风嘛，就是对，就是模拟 noise， 就是 Condenser Circuit 有一些杂讯的部分，它是模拟杂讯的部分，所以这四个元素呢就可以拼起来，就是尽量接近一个真实世界的 Condenser Circuit 该有的样子。那我一开始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抽象，什么叫风火水土？但我后来，读了这个风火，就是听他解释，然后再看了 ABC 之后，我就说，哦，其实他只想说 ，Terra 就是抽象界面实作的 package， 其他的就是 application 实作的部分，其实就这样。如果有了这个概念呢，就不会被这种众多的 package 迷惑，就是例如说，你如果去 QSKit 的派的网页上面看，你就会发现 QSKit。它从头到尾都它都是包括这四个 package， 然后在追 source code 的时候，你就一团混乱，就说，到底我明明就看到有 class， 可是却没有在 QSK area 这个 area 里面看到它，那它到底在哪里？可是我如果透过 ABC 指引我说，哦，因为它是这个有一些东西是抽象的，有一些是实作的，那我就知道 ，OK， 我以后我要找抽象界面的话，我就会去 Terra 这个。我要找实作的部分，我肯定会去 Air 这个 package 去找。这样在我在读 code 的时候，我就不会找不到我想要找的 class。然后在底下这个，如果你看拍拍这个说明页面，它这边有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因为这个风火水土是这个构成世界的四元素，然后它这个 package 提供了第五元素，就是一个很老电影叫第五元素。最近的那个叫什么？我一定要提一下，因为我是小粉丝，就是《冰雪奇缘二》里面，它有一个第五元素啊。什么叫第五元素呢？指的就是说连接这个人类跟大自然的一个东西叫第五元素。我一开始觉得它这个写就写的很那么讲，有点过于中二的感觉。但是我后来看了说明了什么叫第五元素，他就说他们在提供了第五个 package。那 package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实作这个，通过这四个 package 实作一个功能设计之后呢，来通过这第五个 package 去连到他们 IBM 出的那个 Content Cloud 来实际跑过一遍这个功能设计，这是他们这一两年在推的一个服务。然后我前阵子在台大，应该是去年还前年的事情，看到台大好像有跟 IBM 签约，说如果你是台大的学生还校友之类的，你可以透过你的学号，然后取得 IBM 出的。什么 cloud computing， content computing 的点数，然后总共是100点还是什么之类，反正就可以跑跑看，玩玩看这样。我自己没有玩过，但是我听到的消息，大家可以玩玩看。那这第五元素到底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
所以嗯，我稍微小结一下，刚才讲过是什么，就是在读 Quantum Computing 的 Framework 的时候，掌握 AEC 这种撰 Python 撰写技巧，对你读 Code 是非常帮助。然后这边想，其实想再分享第二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刚刚有说 Server 是属于比较小的一个框架，还那个 JavaScript 是属于比较大一点，它是混合着拼成的一个大的框架。那其实基本上呢，他们都是立足在 NumPy 这个 Python 上面。打个比方好了，我其实有点想给我过好时间的采购，我直接讲结论好，结论就是，就是这两个 package 呢，如果你只是看 source code 的部分，它最后在底层 binary 运算的部分，它基本上都是透过 NumPy 来完成大部分的事情，包括乱数或是说那个线性代数运算的过程。对，我就稍微举个例子，这就是。所以这是前阵子我大概一两个月前我在玩社群的时候才到的，我认为是bug，就是他用 NumPy 1.18 的东西没有问题，但是 1.19 的时候就会同样的 test case 不在 local 端跑，可能在他的 GPU 在跑，结果就是会不一样。那我在我仔细追的时候，我会发现哦，这是一个 NumPy 1.19 版，他在求某一个那个 linear，他在求某一个 item matrix item vector 的时候，他的分辨率地叉叉叉叉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导致最后这个 test case 非常难。这个 bug 还在解。然后，我本来当初有立一个目标，想说给这个分享直接就先解了。不过过了两三个月，好像没有什么动静，然后底下的人也没有人有头绪。所以如果你是那个对刚才比较熟悉的一个，欢迎点个。也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进行看这个段。总之呢，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NumPy 非常在了解这样的 framework 时候也非常的重要。它如果你遇到一些你无法理解的 bug 的话，其实非常有可能是来像这样的东西。OK， 好，所以刚才讲了很多原则性的防守小节，这是第一个 NumPy 非常重要。第二个 ABC 的过风格。对，了解到这种 implementation 的时候是比较重要。然后，我快点讲过。所以我在走过 quantum computing 这个整个实作的部分的时候，我现在有了运算的单元。那举个应用好了，某一些 Python base 的 open source 化的超化，像这样，这是我前阵上半年在玩一个叫 SQL 的。Open source project， 它其实就是想象说，如果你的运算单元已经够成熟了，那我们就集合很多运算单元，然后来盖一个网路，就是他想象的用量子工具的方式做一个网路，而且这一个 package 它就提供这个网路的噪音模拟，就是一些杂讯，像这样。那如果你也可以玩另外一个叫做 Snowball， 它就是想象说，假设这个网络是一个已经盖好、非常成熟，而且噪音很低的网络情况下，怎么样在这样的网络上面盖一些真正的 application？ 那这两个都是 open source project， 大家可以Google 玩玩看。我今天就不会花太多时间。重点是，如果你把这两那个 Snowflake 的 source code 拿出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还是一样 follow 这样的 ABC 的撰写技巧。所以如果你要读懂 Snowflake 在做什么的话，ABC 很重要。然后，那读懂 ABC 呢，我就非常推荐，两本书。这两本书，一个是 From Python， 一个是 Python Tree 里面 ABC 的 Chapter。那我一样都写在后面，给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两本书。然后，如果关于 Application 部分，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在他们实作上是 ABC 这种风格，但是在使用上，它其实就是单纯把 Python 作为 Just Language 去做。那你如果在使用你如果在使用上面遇到一些 bug 的话，怎么样去往下？你如果想要在使用上面想要找一点进入状况的话，我其实在八月初的时候在 Postcard 里面简单分享，这里有一些小心得，怎么样让你在不熟悉或是已经把数学、把物理的画面去叫情况下，可以很快的回来，对，可以很快的回来 engage 这些 open source 画面，这些有一些小心得。好。最后的总结。
节呢，就是在 Python approach 在 Cloud Computing 这个领域里面 approach 呢，第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把它当做 Scale Language 在操作这些别人开发的工具，包括 NumPy 等等。然后第二个 MVC 真的很重要。然后如果你如果你想要读懂这些 framework，ABC 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不是要读懂这些 framework 或是写自己的 framework 的情况下，不要用到 ABC， 尽量不要用到 ABC 这种技巧。如果用到，表示你都很熟练。OK， 然后如果你是 NumPy 的 developer 或是重度使用者的话，我非常希望你跟我联系，我们进行一个很有趣的办法。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准说我们在 Google 办公他们的Repo 里面有一些 commit。 今天分享差不多，谢谢大家。有时间可以 demo， 就三十分钟刚刚好。可以 demo 吗？真的可以吗？可以。好，那大家请一边吃你们的甜点，一边看我的 demo。然后，其实 demo 非常的。我们 demo 可以留给现场观众吗？其他几个吧。demo 要分享给大家，还是要切换一下 ？demo 哪里？
进出这一行，它其实在设备里面，它已经帮你制作好，然后来给你做，你就把这个变成放进去，然后下面照这张这样的东西放进去做一做。然后大家看到这边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有什么了不起？这个跟我平常 import random， 然后 random 点 random bracket 这种比较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它其实表面上来说看不出来不一样，因为它毕竟把方程式给抽象化了。所以对一个使用者而言，他们觉得没有差别，只是从呼叫 random 这个 method 改成呼叫它，他们可以有差别。可如果你去看里面的 source code， 跟它实际这个 circuit 使用的方式呢，你就发现哦，它这个它呼叫当它呼叫 object 的时候，它其实是去从大自然的某个材料里面取出一个这个材料本身给它的乱数。当你在用 import random 打 random 这种 method 的时候，你一路往下追，首先这个 random 的 source code 就一路追到，它通常是通过 Linux kernel 里面一个叫 urandom 的那个 character device 把乱数传给你，传给 Python 再传给你。然后这个 device 它的 random number 怎么产生的？它是透过收集环境里面的 entropy， 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发生动作，大家一定有这种经验，就动作就会有一些乱数出来，然后再把这个乱传给你。所以，但是这个乱数呢，也透过 random 点 random 的乱数，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假乱数。为什么叫假乱数？因为你的滑鼠不动的时候，对于这台电脑而言，它就收不到环境的 entropy，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再产生新的乱数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假的乱数。但是你一路往这个行列往下追的话，它永远都有无穷无尽的乱数出来。那这是因为这个方程式片的本质是它就是几率，所以你会得到真正一串真正的乱数这样。然后这边的话，这一串是用 QSKit 做的。然后右边的话，我们一样有附在 PyTorch 的 Note 里面，有这个简单 source code 的 link， 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然后这边是 QSKit， server 的做的，非常类似的，一样按着去执行之后，它做一样差不多事情，然后一样是。要变通过了，然后呢 ，A， 然后这，然后他就是说，哎，这一次是，这一次是零，不过只是几次，他可能会通过。他其实可以一口气要求他执行1000、1万次以上，但是因为今天 demo 我们不约束他只一次，那我们还可以反复的，好好看，好给各位看。这次就是一了，前面这上面那个是一，啊，第二次，这到我们之中是一这样。为什么不是点数？它是介于零和一的点数。你说它会是？我说它为什么现在出来是点数？啊，因为我们最后有一步测量。对，量子力学它的概念就是说，它的状态虽然是介于零跟一，但是对观察者而言呢，你永远只能看到两种。一旦去测量它之后，永远只能看到两种状态，其中一个它会收敛，然后某种程度的收敛。用收敛这个词，然后就在。有点小，后面的朋友就稍微不用讲，它其实只有一行，叫做 from QSKit import function circuit， 它只有一行的，但它的档案名称叫做 random 打牌。然后呢，我为什么说这个可能是个 bug？ 因为啊，放大一点，就是你真正去执行它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这个错误讯息有点太大了。对，他这个错误群，他就会提示你说，哎，你这个不能跑啊，因为他好像是这个 looping 的 import 了。对，我当初踩到的时候，我觉得超级奇怪，后来仔细追了才发现，哦，原来这是因为 numpy 里面它也有自己的某个那个 random module， 然后这个
所以它的 namespace 有点被污染，但理论上它不应该被这样就被污染，所以这可能是一个 bug。 然后一样 call for 刚开 developer 可以跟我一起修掉这个东西。如果人生有一个浪牌的场面，应该是蛮可以说的。然后 BTW 我也稍微追过一下这个 Red Hat 的实作，它其实基本上也是从那个 Linux， 如果你是 Linux 不是的话，还是从 kernel 的网页去搜环境安装，这一样也是假的乱数。我好像还有第三个 demo， 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那就先这样吧。好，那今天谢谢大家。